这棵树500多岁了，它见证了这个村子所有的历史，所以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回忆。我们希望它可以一直健康的成长，一直陪着我们。抱这棵树，对，我可以，可以。这里放根。啊，你可以自己介绍。我要说大家好吗？大家好，这是我的老家刘村。这是我的老师啊，刘老师，也叫 Summer 老师啊，他是我的写读的老师。所以我们每个星期2次上课。那今天呢，我邀请 Kyle 来我的老家上课，你觉得今天的课怎么样？我觉得今天的课是我最喜欢的课，2个月最喜欢的课。村子里面有人，我们需要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、大家会集中在这个地方开会、一起讨论，然后这里也挂着很多牌子、这些牌子呢是说我们村是一个很好的村子、是一个文明村、爱干净爱卫生、对，我们村子里的环境特别好、所以有很多这些牌子，他们是政府送给我们的。你们什么时候住在这里的？这个房子是63年建的。木质房子有什么优点？有什么优点？优点。夏天凉快，冬天暖和，冬暖夏凉。在这里养孩子怎么样？在这养孩子环境好。你们自己种蔬菜吗？我们自己种蔬菜，养鸡养鸭。这套房子，刚刚我的妈妈说了，这栋房子是1963年建的，但是我们家里面有2栋房子，另外一栋应该有100年了。
对，然后今年夏天我们要开始重新改造这里的两套老房子，所以现在呢，我请 Kyle 帮我拍这个老家的视频，是为了做一个留念，我们希望还保存着这套老房子的记忆和它原来的样子。你对我的老家的印象怎么样？我觉得你的老家很放松，风景很漂亮。我也觉得你认识了所有的邻居，所以可能村子里，对所有的人，比较舒服。我刚刚带了你去了河边，然后也摘了这里的水果。你觉得这是你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地方，小的时候也会做这样的事情吗？对，我在美国，经常去公园、河边休息、放松、看水。今天的午饭也吃了我们家的鸭子生的鸭蛋，你觉得这道菜怎么样？我觉得这道菜都很好吃，鸭蛋和番茄，总是好吃。即使这是我第一次吃鸭蛋，但是鸭蛋和鸡蛋差不多。你觉得在这样的木头房子里吃饭喝茶，休息，和在城市的房子里吃饭喝茶休息，哪一个让你更舒服？我觉得在这里吃饭休息喝茶更舒服，因为环境更放松，我们可以听鸟、青蛙、虫子，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环境让我放松。对，我也很喜欢这个村子，除了因为是我的老家以外，我觉得我也非常喜欢大自然的环境，这也是为什么我和我的家人们希望可以再改造这栋老房子，然后希望我们未来的生活可以更多的是在这栋房子里面发生。我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爱上农村的生活，所以非常感谢 Kyle 来我的家。非常感谢你，陪我去你的家